主料：地黄瓜200克，香菜10克，蒜泥10克，辅料：醋5毫升，香油10克，盐3克，鸡精2克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地黄瓜去蒂拔，用刀拍松，香菜切成段备用。将黄瓜香菜放入大容器内，加盐、鸡精、香油、蒜泥拌匀。成品。烹饪技巧：黄瓜拍松比切的易入味，不喜欢蒜泥的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调料调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